好意思啊，一直播的人说太卡了。是吗？嗯，那为什么一直用的 4G 耶？对，用的是 4G。大家好，大家是从刚刚那个房间里面进来的吗？哦，应该有人有人已经过来了。嗯。嗯。太卡了。太卡了，太卡了。好。好，做个 ending 吧。林小琪跟，那我们就是刚刚那这样吧，我们刚刚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些护肤的那些内容，哇塞，人数已经快速的上升到将近2000人了。嗯，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就可以在最后呢再问答，就是再提一些问题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你看耀琪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？就是刚刚那个今天晚上的活动要不要再讲一次？对对对。啊，我现在在北京。嗯嗯，我来的目的是要参加一年级毕业季在北大校园的第三期的看片会。今天晚上7点钟到10点钟我都会在北大校园跟大家一起观看。那我希望有时间在附近的朋友们可以过来跟我一起观看，地点就是北大校园，记得要来的话要带身份证哦。嗯，好，那这样吧，我们最后这个因为马上要结束了，然后呢有很多人呢都已经是看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嗯，那要不然不用你送，我们来送一个礼品好不好？哇，什么礼品？那个我们送一个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测评过的那些这个防晒产品里面，这样我就随机送给大家一个，因为我不能把那个产品亮出来，就亮出来给你们看。那我们就随机送一个好不好？大家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要防晒？想不想要？想要吗？想要吗？想要给我一点表示好不好？价值就是一定是那个，反正一定是很好用的啦，因为等一下我会送给你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因为你用了那个防晒，我觉得你基本上你就会爱上防晒。真的？对，因为它非常水润，而且很贴合，而且不油腻。对，完全不油腻，而且它防晒指数非常高。啊，它是一个啊，是一个国外的品牌。好那这样吧，那你说就是你想一个方法，你觉得怎么样送给大家会比较好？嗯，我想看一看是不是大家都想要。想要想要，刚刚有很多人都在说要。但是我怎么样能记住名字哎？要不然你可以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嗯，第一个回答正确的，你就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你问什么问题呢？好多人，我想一想。嗯，或者你可以问，太难了又不行，问太简单了也不行。对对对，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你今天晚上会在北大的校园有一个看片会。嗯，那个看片会是什么？啊没有人回答。今天晚上的看片会是什么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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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说了。好，那所以第一个，刚刚那个第一个回答的，就是他已经飞过去了，但是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，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回头呢，我们就会，就是你把私信，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会跟你联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今天就是很开心。很开心。对，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聊了那么久到底有没有，就是看的人有没有觉得说就是真的对你秋冬的护肤有一些帮助。嗯，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耀琪今天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。 嗯，今天更多的是要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美妆方面护肤方面的一些心得。如果你有些什么好的护肤品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时尚芭莎的美妆大奖。嗯，可以帮助你喜欢的品牌，你喜欢的护肤品，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奖项。那对于我来说呢，我也会持续关注这个大奖，我会锁定1、2、3名，然后把它买到手，是用起来。好的。那今天直播就这样吧。嗯，好的谢谢，那就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关掉了哈。嗯。